做电工40多年了，今年是最难骗的一年。就这活啊，我告诉你，600个 W 的活，往年我跟你说，说实话，就这活，我最多赚你180。哎，但是今年不行了，今年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最多最多能赚你160个 W 啊，就这还赔钱呢。哎，可能有的朋友就看不明白，你不是赚了160个吗？你怎么还能赔钱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来，我给你算笔账。送礼花了我15个，你要知道啊，去年的180那可是包含在内的啊，净利润。今年它不包含在内，而且这还越送越多呢。当然，我跟你说的这个160、180呢，这都是刨去人工和材料费的。还有呢，就是，前两天和倩倩吃饭花了我2000多。还有，哦，对了，前两天加油花了我600块。还有啥呢？哦，给朋友随份子花了我2000块。哦，刚刚没噎了，我又买了2包华子。总共呢，咱们就算它20吧。啊，总共就算它20吧。你看。160减去20，这个账会算吧？那就是140了。我去年是180，今年是140，净亏40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账你得这么算。所以说我今年呀，就干这活，这不是马上干完了吗？整整亏了我40个 W 呀！哎呀，太难干了。走，洗个澡去。